自从今年四月陈冠希夫妇喜得爱女后，全家平晒幸福。8月26日，陈冠希妻子秦舒培在社交媒体晒娃，引发网友热议。照片中，秦舒培素颜出镜，单手抱娃，女儿阿莱亚伏在母亲胸前，羊毛看上去十分可爱。对此，不少网友送上祝福，希望宝宝健康成长。但也有网友为秦舒培的拍照手法操心，他拍照可真是不做作，不找个好角度就算了，连滤镜都不加。还有网友评论，不用美颜好评，不用美颜的女子才配得上 Edison。